没要有心打球，没有不能训练的。加入我的球队，要有心理准备。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 B 组《求胜青春》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评选为五星优质儿少节目，特别以戏剧来呈现，以年轻人最爱的篮球为故事主轴，剧情引起青少年的共鸣。 我们是以戏剧，其他都是以节目形态，但是我们是戏剧节目。那在戏剧节目呈现青少年的过程时，我们其实也也没有想过说他会获得评审的青睐。很大的部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很感动，他感动的是在于是一堆呃一群。 没有受过很专业训练的台湾族青年，如何透过他们努力追求梦想的精神而得到了最后的胜利？那其实，在我我们本身原住民族电视台，在针对戏剧这部分呢，我们的 target 其实很少是针对年轻人。那这一次找了导演一起来合作，然后然呃激荡出不错的火花。现实跟呃影视方面也是一样，就是在现实当中。 原明元明台也是蛮少的，就是用戏剧去传达这部戏的想要传达的意思，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。因为其实台湾的人口可能大部分都已经是比较是呃经。 到金字塔的人口人口类型，所以很少人会把很多的呃资金跟预算，或者是关注放在其实一直是台湾很重要未来基础的青年，或者是少年，或者是儿童。那这一块一直是原住民族电视台非常关注的一群。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都在跟老人家的生命做拔河赛跑，我们很生怕就是老人家的凋零比不上我们敢接敢的那一棒。所以呃我们在不 不管在戏剧上面、在节目上面的呈现，都希望可以有很多的年轻人，尤其是儿童和少年来参与优质五星儿少节目，展现原住民族即使资源不足，仍勇往直前的精神。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欢迎民众踊跃收看，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。梅关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，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活动。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。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。